我是一个水瓶座的喵。出奇冷静的水瓶座，水瓶座在别人可能无法解决的事情上具有出奇的冷静因素。很多时候我们观察到的水瓶座都可能是不爱说话寡言的人角色，但是到了非得他们出场解决事情的时候，就会立马发现他们的语言能力和应战技巧，这些只能证明水瓶座的人的独创独行能力。最主要，水瓶座即使冷着一张脸也会给别人台阶下。